Selina 和前夫张承忠今年三月宣告离婚。事隔九个月，张承忠近日被拍到当街和一名长发妹有激情的互动，两人不止牵手拥抱，更三度当街舌吻，最后更一起坐车进入一栋华厦，两人至清晨都未现身。据悉，该长发妹是电视台女主播洪黎恩。不过，阿中七号在脸书上发文回应，他表示那只是酒后情绪放大，并强调自己和洪黎恩没有交往，也没有暧昧，两人只是朋友。阿中写道：“我非圣人，是一般人，我会应酬喝酒，偶尔也会喝多。”他更透露，单身一阵子，有时也会孤单，常常会思考身边的朋友，或许有哪个人未来会是另一半。对此，网友意见两极，有人认为张承忠已经和 Selina 离婚了，要和谁交朋友是个人私事；也有人对于阿中表示和洪黎恩没有交往，也没有暧昧，却当街拉鸡感到气愤，